安心，红美糊，我刚刚把鸡蛋倒进去。哎呦，真的，你太不相信我了。真的，我现在都可以闻到鸡蛋的香味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前面这个蛋液还在晃呢，没有弄好呢还。不要着急，糊不了的，放心吧。其他的做不好，这个鸡蛋还是可以的。而且我现在火调的很小，好吧。鸡翅不会糊的。鸡翅我调定了20分钟，它自动就关掉了，好吧？20分钟是不会糊的，那只会更香，好吗？哇！来，看，它现在掉下来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谁说要翻面？看到了吗？我翻过来，你看，这面没有糊，很好看。哎呦，完了，我忘切香肠了，忘切香肠了，算了，吃的也够多的，放我香肠，放回去。还可以吧，是不是还行？是不是还可以？我可以做手抓饼，我为什么要做手抓饼？我这个是鸡蛋饼，好吧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刚才说我会翻车的那些人啊，你们真的是，哎，就非常的，对吧？